Module 12. Location and dire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. 请问王居住在哪里吗？ 我们基本的姓名吗？ 你写到下面，看到过海滩在哪里？ 你们给也是无名，我做我写的标价是多好吗？大家也是必须哦。好的，小心你。